近年国内的路跑风气是越来越盛行，不少民众也养成了良好的跑步习惯了。今天呢，就有业者在台北的信义区为跑友设立了专属的旗舰店，提供各种专门的训练器材。我还在马拉松这一块还算是新手，所以我会多问他一些有关马拉松上面训练的一些技巧或是方面之类等等。To believe in themselves, to believe in their training, to have a goal, and again, just go out and do it.走。开幕活动现场，业者请来了美国传奇长跑女将 Joan Bennett 和台湾的马拉松选手谢千鹤共襄盛举。这个周末，他们也会一起参加在台北市举行的女性限定版半程马拉松。谢千鹤表示，会好好把握和传奇名将一起在家乡跑步的机会。